天也老，任海也老，唯望此爱爱未老，愿意今生约定，他生再拥抱。不经不觉，哥哥张国荣离开咗我哋差唔多十年啦。而呢一日9月12日，亦都系哥哥嘅56岁冥寿。几十个来自世界各地嘅 fans 同埋好朋友陈淑芬、连燕辉同埋前绯闻男助手 Kenny 一齐去到宝福山致祭。而陈淑芬亦都表示，希望今年10周年可以喺红馆搞翻一个活动做纪念。咁详情系点嘅咧？下一步我哋会即系准备做嘅。不过呢个 show 咧，如果系真系电视直播嘅话咧，可能我哋会提早一日喺31号举行嘅。咁然后4月1号。可能我哋會諗緊，即係如果真係31号嘅話咧，咁我哋可能會4月1号或者會將5周年嘅片啦，或者係一啲未播放嘅，即係未播放嘅片啦，可以4月1号可以喺紅館如果解決到技術上嘅問題啦嚇，咁就即係可能喺嗰度會播翻前一日嘅 event 或者係播5周年嗰啲片段咁樣。而講到10周年今次活動嘅主要目的，陳淑芬就開始觸景傷情啦。今次呢個10周年，我都覺得係好希望報答下以往即係10年嚟一直對 Leslie 不離不棄嘅歌迷。其實在其他不同的地方咧，佢哋除咗香港嚟香港，佢哋喺其他地方咧都有搞活動，咁都有寄啲即係佢哋活動嗰啲嘢俾我嘅，咁即係呢啲都係令到我非常之感動嚇。我覺得為 Leslie 為啲歌迷，我都希望好地做一次我自己希望做嘅嘢。